就在防疫更加谨慎的同时，没想到台南市却有国小为了要防疫，居然是要求学生进校前量体温，全校多达2000多人没有配备红外线感测仪，只能靠老师一个个来帮忙量额温，结果出现校门口大排长龙的景象，让家长是抱怨连连。现在校方就强调已经进一步采购了红外线的感测仪，预计4月7号就会到货。一大早上课时间，安定国小外却大排长龙，仔细看，小朋友们沿着学校围墙一路往后排，完全看不到尽头，夸张景象让家长颇文质疑，说好的红外线感测仪呢？我觉得那个时间拖太久，不器材不够啊，先好吧。被点名的海淀国小总共有2012个学生，虽然上学时段校方有3个出入口可以量测体温，但只靠老师和志工手动量额温，还是难免出现排队状况。瞬间人流比较多，可能估计有那个大概有三十个左右，家长看起来呢就会觉得比较多。由于防疫期间红外线感测仪太抢手，虽然校方已经采购，但仪器要4月7号才到货。目前校方已经加派人力量测，也计划将量测地点移往校门内，缩短学童在外逗留时间。正门这个地方再来量测，这样的话呢，可能家长或者是学生在外面的滞留的时间就会比较短，大概从4月1号到最慢到4月15号会陆续建制完成。另外，教育局也强调，全台南市92间600人以上的学校，最慢在4月15号就能完成红外线感测仪建制，提升上学体温量测速度。另外，也呼吁家长、学童尽量在7点后校门开再来，避免出现校外大排长龙的危险状况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